我不爱。哦，不要被拍是不是？不爱哦，最近都是不爱，对不对？不爱时期，对吗？这个是家。啊？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怎么了家？怎么了是家？啊！哦，这样子哦，好吧。看一下早上的状态，嗯，蛮漂亮的今天。Oh my god！有吗，爸爸？有吗？今天呢，要临时起意来拍一支影片，也就是生活的 vlog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经纪人说啊，太久没拍 vlog， 应该拍个 vlog。这周算是我们最满的行程，对我们来说之前比较没有啦。这周呢会比较繁忙的状态，是因为阿金这周又停课了。我朋友是托婴老师，他们的托婴中心可以临托，所以我们就每天早上就送到我朋友那里去，然后跟我们家距离真的蛮远的，所以这一周就是一个一直在通车的状态。嗯，好漂亮哦，帮我截个图吧。截图不要记我，天哪，好看，有吗？有截图了吗？再一个，那我们出发。好累哦，小马还没有睡饱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我们刚送黄金去临托了，没错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先去吃早餐，跟工作室的经纪人们。又来到了我最爱的早午餐店，就是 Antepodian。 我每次都讲错他名字，我之前都叫他袋鼠早餐，纠正是 Antepodian。 这次来他的民生店，民生店比内湖漂亮，原因是民生它是那种三角窗，整个很透光，有看到吗？整个很透光，很美。我等一下拍穿搭给大家看一下刚刚的照片，来对焦这边，好好的照片有没有？哇，为什么后面有他呢？为什么后面会有啊？更加完美了。每次来吃这家的时候，我都会点澳式的早餐盘，我会另外就多点这个素司，这样总共是390+60元。而且它这个 cheese 啊，超级无敌好吃，不知道什么 cheese。是会 cheese 吗？我是真的被你 cheese。为什么你吃这么多炒？为什么穿懒懒的？懒懒的吃炒。这谁？这个是那个自己点吧？全都是单点。这个的话就是不想吃淀粉。美国，美国碗，简称美碗。他每天早上都用干话开始一天。是芒果哎，我们两个都对芒果过敏。芒果可以。我们两个可以，好啊。兴奋什么？兴奋什么？好吃哦。爸爸，我们吃饭要慢一点。你的胃已经受伤了，他就是吃太快，所以他的胃因为要帮他咬烂那些东西，胃壁就会摩擦受伤。有些人细嚼慢咽的原因就是减轻胃的负担，吃太快不行，因为你胃壁会受伤。吃太慢不行的原因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会影响到别人的进度。所以你要我怎样？中等吃。Right now 呢，我们现在要去买床垫。床垫的地方比较远一点，它在树林，它也有新竹的啦，但是新竹真的比较远一点点。像我之前呢，应该是两年前怀孕的时候就直接去树林，他们没有搬家，然后真的就是一个工厂。你会看起来觉得好像平凡无奇，就是个工厂，但是你走进去的话，它超多床垫，然后你都可以试躺。两年前的时候买了我们现在家里面的床垫，然后现在呢去挑阿金的床垫。OK， 这一条没错。大家如果要来看床垫的话，记得是就在这边，巷子要直接这样子走进去，它的工厂在里面。我跟大家说，他们这一家呢，其实就是走口碑的。我当初知道它也是因为我朋友跟我推荐，然后我们去找那个 PTT， 然后网络上真的蛮红的这家，所以我们才来看的。哇，一躺不得了，真的爱上。我们很爱喜慈达，原因是因为巨人以前呢很常会落枕，朋友介绍给我们这家之后，我们来买床垫，同时就买了他的枕头。从此之后，巨人就没有再落枕。如果你有落枕的话，其实也可以来试躺看看。只是他这边就是真的会比较小偏僻一点点，来之前都还要先预约，因为他就是一对一的介绍，他不会给太多组客人一起重复。我记得我怀孕的时候来这边躺了将近快2小时吧。主要是枕头，我们枕头跳很久。不是我们买的这个枕头，这整组就是我们现在家里面的。我躺在这边，然后巨人上来，我是完全没有感觉的。你们大家可以躺躺看，真的超好。然后再加上这个床垫的好处是它是冰王星，所以它上面这一层它是会有凉感，冰冰凉凉的很舒服。你们看这边，它是上面多加这一层垫子，
所以它整体上你是怎么压什么那个，它是会回弹。因为我们真的太喜欢了，因为我们两年前就躺到现在，躺到现在没有换，而且是至今为止都没有想要换床垫的那种想法，没有，因为真的是太喜欢了。这个是闪耀之星，店家推荐的，比较透气，因为小朋友像阿金他很会流汗，尽管是在冷气房了，他还是很会流汗。对，它是全部是网布，我们应该会挑这款给阿金躺。它这个是最主打就是透气，它这个有那个单人，如果单人的。定做，我来喽。不会啦，哎呀，就是你正常的向下床，它是不会有那种高低起伏的落差的。对，你要想想看，是真的没有感觉。哦，真的没有哎，对不对？很舒服的，有腰痛的吗？我们有一个就是月子中心专用的是这一个，月子中心专用。我要躺。我觉得这可能是平常阿金躺在我身上的感觉。多少钱？29,000是 OK 哎，这很适合买给爸妈哎。他会那个直接帮你贴在腰上，把你那个床垫换掉，你们这样要换掉了。29,000是好的床垫，其实真的不贵。不贵，因为可以睡很久。真的会深陷其中的魅力。你看，躺起来了，两位躺起已经躺起来了。这个聊，哎，这个好舒服。这个跟阿金那个哪个聊？阿金这个是凉的，对。枕头，我跟你讲，观众我们买就对了。只是我们这个比较贵一点点啦，这是36,800，但是我觉得很值得。你看，他又你看，这位小姐一直在躺了哎，因为我现在的那个腰肌比较不好，所以躺了双子星2.0，超舒服哎。我们想买给阿金的是这个闪耀之星，比较适合小朋友，比较透气，主打透气。如果之后有二胎的话，可以换成买这个当成小房间的，可以哎。你看看那两个。对他们跑去躺，他们两个之前还说什么，我跟你讲那个很好躺什么的，不听啊，你看不听，不听我的，你看夸张了，这个更舒服，这是国际巨星，这个也舒服，对，躺在云朵里的感觉，对，但这个就没有他刚刚那个姿势，这个还是会有一点点晃晃的，对，这种，因为它是软弹簧，对，它是软弹簧，但软的很舒服，好像睡在云里耶，我爸妈喜欢这种软弹，我也喜欢软的，我就睡另外一朵。那个乳胶枕头现在有吗？现在有啊，又想买了，就是因为我最近喜欢睡那种有包覆性的枕头。对啊，你的喜好就没有原则啊，就不是喜好会增加，不是没有原则，好吧？这很夸张。哎，因为我平常睡腰都会悬空，我觉得现在得到舒缓。我心目中第一名冰王星，第二名是这个双子星2.0，然后第三名是闪耀之星。大推大家来，不要看它外面平凡无奇，它把所有的成本都放在里面了，外面就看看就好，工厂外面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决定那个闪耀之星给阿金，然后就是当人家大，居然又多买了一个枕头，想回去躺躺看，真的好，你躺过都真的就回不去，真的很舒服。所以如果你有睡眠问题，也可以来试一下。有舒服吗？有，真的舒服，认真，是认真舒服，所以你真的可以带爸妈来躺。对，我会带他们过来。就这样。好啦，我们去下一个行程。走到为我多勇敢。我们现在真的是逛到不知道逛什么，所以呢，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就是填饱肚子去吃一兰。Let's go。我每次吃一兰呢，就会是一碗面，然后跟一碗饭。我觉得这样子吃最好吃，而且吃得超饱，这样晚上就不用再吃其他东西了。既然都有洗脑，他现在也会多加一碗饭。不错，12点吃完午餐，现在4:30，我们4个小时内吃完，等于我们集中在6个小时内。我们6点以后就不要吃东西了。你看，这样是最好的面，然后跟像饭这样子拌在一起，面吃完了，饭还没吃完，就可以直接汤泡饭继续吃。完食，有人，有人，剩汤，最后的汤底，耶！这是我的人生里程碑了，耶！很谢谢依兰的支持，谢谢，终于达到了那个奖杯。好，我的 YouTube 都还没有。你要妈咪抱抱对不对？要，那你把先眼泪擦掉，也帮妈妈把眼泪擦掉。对，眼泪擦掉之后，你冷静下来，不哭了，妈咪再跟你说话，好吗？好，冷静了吗？有冷静下来了吗？没有再哭了，对不对？好，
要不要妈咪抱抱了？嗯，妈妈抱抱，你很棒。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慢慢讲，不可以用哭的，好吗？没有什么事情这么严重啊，好不好？那你要自己拿着吃，然后我们看恐龙，好不好？嗯。现在这个时期呢，就是会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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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理由的不要不要不要。之前呢，当然还是会觉得很困扰什么的。之前看文章或者是朋友分享，还没有想过这样的阶段。但是自己遇到之后呢，才发现啊，原来这个时期就是不要时期。我就是让他哭，等他冷静完之后，我再来跟他好好讲。这是我的方式。好嘞，今天的 vlog 差不多就到这边。晚上的11点多，我现在要来追《纸房子》。我最近觉得这部片好好看哦，所以我现在要来追一下，大概追个一两集，我就要准备去睡觉，因为明天呢工作也是一早的。好啦，晚安。